够济呢？你讲巧，咱嘛无巧。迄卫生副总一直教，即个长官安尼一直教凤雪学礼啊，吼，建议安尼一直上课，吼，郑环啊一直上课，教一直教嘛，佮学无啥会起来啊，咱佮有巧。啊，但是行出去，咱谁人赢人较济？来，谁人赢人较济？来，第一要甲秘密甲大家讲啊，即有秘密的哦，即有秘密的哦。来，第一个叫做累积收入。卖车、卖厝、卖药啊、卖车，传统行业，因拢做一个月领一个月，咱做一个月领一世人，输赢就伫遮，吼、哦，听话讲即张就会使啊。你逐个月变啊归零，你即马少年啦，人年纪会不断的增长，责任会不断的加重，体力会不断的下降。第一行。叫做累积收入。第一年我找五十个客户入来，第二年我找五十个客户，第一年五十个客户搁欠掉，我都有一百个客户的利润。第三年搁五十个客户，第二年的欠掉，第一年的欠掉，我都有一百五十个客户的利润。第三年、第四年搁找五十个客户，第三年的入来，第二年的入来，第一年的入来，我都有两百个客户的利润。每一年第五年，佮找五十个客户，每一年都做相同的事，会越来越简单，还是越来越困难？理论上一定要越来越简单才合理，除非你人没有在进步，除非你人变懒惰了，能力变差了，要不然不可能是越来越简单才是正确的。第五年、第四年的欠掉，第三年的欠掉，第二年欠掉，第一年欠掉，第六年。第七年、第八年、第九年、第十年，来 ，OK。为什么保险业能够成为业界收入最高的行业？秘密在这里，不是人跟人的问题，你不要自责，不是人跟人的问题，是制度是这道，秘密是在这道。来，叫我看这些年轻人有些还在读书啊，你看看大概四年，前面一两年可能还感受没有那么强烈。只要过了四年五年，你去感受一下哈，你同学连你的车尾灯都追不上。咱应用一个人，伊只要要欠钱，伊一世人有伫欠钱，咱拢有利润的，咱拢有利润的。前阵子我就去找一个卖车的朋友，跟他喝一杯咖啡，我就问他，我讲阿南，我后人，我最近有一个想法，想要请你甲我帮忙。我全家意见是吼，业务上顶尖的，我想要见因一面啦。啊，恁内底做了上好，你敢会使甲我介绍者？我想要请伊啉一下咖啡，透过你的关系，应该无问题较对。伊讲，我咧第一名，安尼足歹算的呢，因为逐个月也无一定啊。我讲无顶个月上第一名，伊讲顶个月我第一名。我讲好 ，OK。安尼，我来找你啉咖啡啦，哈，来找你啉咖啡啊。啊，想乖遐看一下，啊，我来一个一个甲问，吼，我讲啊，你顶个月第一名，啊，同款遐车，啥你卖有，人卖无，啥你卖较济，但人卖较无，吼，啊，伊就甲请教嘛，英雄是英雄嘛，吼，甲请教，啊，就伫遐讲，嘛讲无声啦，嘛讲无声啦，吼，甲听听嘛无声啦，我讲好，来，我问你一个重点，我请教你吼。我请教你，你顶个月收入偌济？第一名收入偌济？伊讲六万多啊，六万块第一名。我讲安尼平排无名嘛，啊唔呐领六万块，排迄中后段的有吧？尤其啊像这个月业绩，这个月业绩，迄伫一个月啊营业处较大型的，一个月领三四十万啊排袂入面的啦。伊讲六万。我说你听好，你第一名，我说一次你就听好了。我跟少年人你一样，每天认真打拼，一直找客户，但是我们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，你白班副调就没了，我白班副调都压在的，我一直在累积，你一直在重来，我一直在累积，你一直在重来。我上个月，我就把我新业绩扣掉，我上个月挂单，一桩生意都没做到，收入128万。你第一名六万，差伫倒？
差一段，这你都爱看有啊。好、哦，来，这叫累积收入哈、哦，累积收入来，过来，我们的商品会长大，这足惊人的哦，商品会长大。我就甲问啊，你来看哈，你摆伫遐一台车，偌济钱？伊讲70万。我讲我今仔尊重，若是新人，我今仔第一天去吧，要卖一台车，一台车偌济？伊讲嘛是70万，我，你做12年的业务，怎一点仔价值拢无？男新人拢同款，男新人拢同款。也就是说，我做10几年无价值呢。来，保险就无同啊，保险就无同啊。较早吼，一直涨，涨10只，收10万；即马走1只，收10万。讲10万啊，客气嘞。我看遮在座足济高手，迄走一只，吼，莫讲一只啦，甲平均一个，平均吼，平均一个，3只5只，收300-500万的很多啊，大有人在。较早走10只收1万，即马走1只收10万。效能几倍？100倍。来，这个帮我总结一下。你卖一台车赚5000，你的收入要赢恁同事，要赢伊100倍，你就是爱卖100台，对无？保险都唔免安尼。你卖一张，我嘛卖一张，有可能我的收入就你的100倍啊。这就是制度的效能啊。请教你，讲1万的生意，甲讲100万的生意，100万的爱讲100届无？爱无？嘛是一届尔啦，嘛是一届啊。来，啊，所以差伫遮啊。商品会长大，天空是界限，我们可以发展组织，我们可以发展组织。哎，恁来做保险没有？咱要叫人去做保险啦。讲你讲个啥物话？来，我坐伫遮来，你叫我去卖车来。来，讲啊，话你我莫讲啊，你讲啊。你袂动就讲你袂动，讲甲阮个优点讲甲变缺点，你是啥物个性啊？咱100万个生意会当做甲变1亿个生意，是因为咱会当做租金嘛，咱会使开分店嘛，对无？去发展组织嘛，这是咱个优势嘛。卖车就无法度，卖车就无法度，卖药啊就无法度嘛。啊，你那亲戚朋友捧场完就无啊？你讲个啥物话？你连亲戚朋友拢捧场拢无，你都敢做啊？阮这个假亲戚朋友好捧场，佮人讲甲变缺点，有无？有这种个无？伊迄连亲戚朋友好捧场都无啊，卖厝要哪捧场来捧场一间啊？人甲人你斗阵吼，敢若一份感觉，我这间厝1000-2万尔。咱就会当讲，伊就无法度啊！奇怪，优点拢甲咱讲甲变缺点，安尼有莫名其妙嘛？来，天空是界限嘛，我们一样在度假，我一样在这里演讲。你敢看？捌看卖车子的像安尼来演讲，少啦，很少。为什么？他来演讲，他的事业就停了。我们来演讲，外面还300个，你拜访客户啊，我们还有2000个客户。他的缴费到期日是到星期五、星期一，要去汇款了。那都是咱的收入，这个是事业，这个就是事业啊。